哈库罗，大家安安，这里是 Alice， 我是白狼，哈库罗的是，这一次回到了我们的小小生存啊。那这一集的小小生存要来干什么嘞？不是，我刚刚发现到说，我有一把很强的弓哎，它有强力4跟修补还有火焰，那我这把弓是不是可以带着，然后用经验修补来让它修补它？再来，也要做个钻石镐之类的吗？这样才可以挖那个黑曜石，这样会不会有点太奢侈啊？先把武器带着，盾在这边，然后面包带着。讲到面包带着，我就讲到一首那个号角响起的一首歌，那首叫什么来着？我忘记了。然后它的歌词就是什么面包带着，可乐冰的，那首叫什么歌来着？我有点忘了。那个火把是不是只剩2只？哦，不对，这边还有45只。什么卤味在巷口里买的？那首是不是叫郊游郊很久来着？其实那旋律还蛮好听的那首歌。然后砖块的部分，这边有64个卵石，历史也带着一点好了，然后水桶也带着，我们是不是该做个鹅卵石制造机啦？啊，不对，大门都开了，开后门干嘛呢？其实我走后门好像比较快哦，我在干什么？小麦就给他这样放着吧。下去吧。然后是在哪边看到一大堆的岩浆啊？一转身就看到你的身影。被打到了，骨头有没有骨头？没有，然后我要死了。他只有掉一只快爆掉的弓，我就给他扶一下吧。然后这边有点暗哎，是因为这边太暗所以才会生怪吗？我是不是被我家白的脚步声给吓到了？不是，我家的白没有在走路，可是有那种脚步声。不要这个时候突然来个这个声音好吗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有用那个字幕显示，所以就算是那个听不到的声音，它也是会显示在右下角的。不过刚刚那个脚步声我确实有听到。就在这附近哦。怎么现在没了？我是站在这边听到的吧？我就不晓得是哪里来的那个脚步声。那这附近还有流水声，这里的岩浆
化妆字眼这样怎么捞啊？哎、欸，嗯嗯，哎、欸，上面吗？它是上面怎么上去啊？的历史，这样，上面有点暗。还有苦力怕哦，又来一只。然后这边是不是还没探索过啊？放右边。对，还有摄影的样子。哇，这个洞也太大了吧！上一集还没探索完呢，那这边我还没探索过呢，还是这边就只是天花板而已，只是天花板的上面。话说这个岩浆到底怎么填啊？哎，历史不够了，还有一堆，补起来。这样，拔掉。它蛮高的，这个岩浆。吓死人呐、啊！我决定放弃这里了。我去找一些比较容易捞的岩浆吧。为什么一定要捞那边哦？这边还比较容易挖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历史，三，应该捞到了吧？捞到了，棒！我很怕，要是我家的白撞到我怎么办？这边。就用这个散场烟铺过去。玩麦快认识维基四伏啊，这边我还没有逛过，想看看。哎、欸，我都铺这么高，还是历史，给它围起来，这样比较安全。我的妈妈咪呀、啊！上面还有路，有钻石吗？不晓得哪里的笨蝙蝠又自己去撞岩浆了，好多怪声音哦！请问你们在开 party 吗？怎么没有找我呢？哎、欸，原来是历史啊！真是，是不是有开 party 的 feel 呢？那在左边哦，然后这边堵起来。哎呦，堵错喽！这样也好，这样比较容易堵起来。挖掉，挖掉。冲啥？吓死人了！
这样，对，就这样，收获就只有一个金晶石，就这样。是在左边还是右边呢？还是上面？或下面？应该是左边的、啊。左边有一个很。还是下面。嗯，真的不晓得在哪里。黄金，我说各位怪物大大，你们开 party 的位置在哪边？可以明确的告诉我。感觉有点小声。哎呦！冲啥啦？哎呦，快死喽！吓死人了啦！好样的欸，我的附魔弓啊，我的黄金啊，哦，这个弓刃啊，我的岩浆桶啊，那个僵尸掉下来的那一瞬间还有被吓到。我们去出，有没有什么武器之类的？有弓，可是没有箭矢啊。我们带着我们的铲铲当武器吧。好了，下去喽。僵尸啊，你们这样母汤啊！这里又不是什么鬼屋。你们要吓人，可以不要从天而降吗？然后我的路到底在哪边，我有点忘记了。这里吗？哎呦，怎么下来了？哎，我要母亲要跑步。不知道在讲什么哎呀，这里怎么，我应该是从这边下来的，真是。然后这边有我掉东西的地方，在这边看到了。这个洞先堵起来，太可怕了！我的附魔弓，所以是在上面而不是下面哦。太棒了！我的火把。欸，有这么上面吗？还是我挖错了？我挖错地方了，奇怪。欸，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你，欸，没有这么上面吧？
决定了，我还是直接从这边往上挖好了。对啊，没，而且这很浅呢，为什么挖到这么上面去啊？太好笑了吧？我直接从这边往上好了。有了，挖到洞了。Hello， 好耶，没有怪物，太棒了！哎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啊，三只啊，跑来干嘛呢？哎呦，我又没有惹到你，突然跑来干嘛了？蜈蚣，让我休息一下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我说让我休息一下好不好？他就自己下去了。然后那边是被苦力怕炸掉的洞吧？应该在下面，那个是应该是下面。哦，真的吓死人了！突然看到一只中介使者，差点没把我心脏给吓出来。请问这位大大，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小洞里面呢？来啊，快来啊！我有见识啊！哎呦，还是被打到了，有骨头喂！在那之前，我要先回个血，到时候闯进去就被那个怪物给包围，怎么办？哎，其实路也只有这样嘛，还是这后面有路。觉得好好笑，那个蜈蚣就这样卡在这个一个小缝当中。好的，那就往 A 什么东西？这样死人啊，马的八哥。这里是，这里我来过吗？红石，这里我插着火把，然后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古力帕。这里我是来过还是没来过啊？应该是没来过啦，不然怎么会没有火把咧？僵尸，哇，你还拿剑啊？哎呦，痛！你们可以不要一个，你们可以不要一个接着来吗？你这样是在玩僵尸接力赛啊，都快挂掉了。然后物资好像快满了，有什么东西可以叠的吗？龙头都不能叠。话说为什么我身上会带着石剑啊？我只记得我那个时候只有拿铁石铲过来啊，还是我出来的时候就有把那个石剑带在身上了。
放井。这里有铁。这是安诺，为什么路都要这样堵起来？右边、左边，这里有流水，下面有什么吗？我在干嘛？应该拿砾石吧。我刚刚差点就拿金砖来铺路了。安尼唔通，我的稿要爆了。身上也只有一只石稿。Hello。每次都被你们这种蝙蝠吓到，你们可以玩点别的花样吗？上面好像也有路的样子。花丢灾，谁会从这边跑出来？哇，好，感觉蛮远的呢。是否有怪物？废话，我都听到蜘蛛的声音了，好像没怪物吗？鼻嘟摸一摸，过来过来，没有线。哎，我在干什么？先绕跑，先跑！丢到那个中介珍珠了啦，麻烦！好像只有一只的样子。苦力怕，没事。不小心丢到中介珍珠，然后跑到好后面。那个是蜈蚣吗？我需不需要先回个血啊？下面有铁矿，我要挖的是后面的金矿啊。哎呦，后面还有。你们两个能不能互打啊？对，好像要爆了。后面把前面射死了，盾要爆了，然后先撤。路有点复杂，没打到。捡不起来，有人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我没有吃面包，可是会有吃面包的声音吗？那有点危险啊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先回去一趟，先把这里的黄金挖完，然后这边就回来去探险吧。嘿，不要让我遇到什么怪物哦，我已经没盾了。身上就只有这支铁剑可以防身了。我们很安全的回到家了，算是一场走过了一场还蛮
严苛的一条路吧。那么好像就是黎明要升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现在有三只狗骨头啦，也不是狗骨头啦，话说这应该是蜈蚣的骨头吧。盾就找时间再做吧，黄金超多，然后好像还有青金石也很多。那好的，这一次的 episode 第八集还是第九集啊，有点不太记得到底是第几集了，反正就是八九集吧。那这一次的 episode 也差不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。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你在下方点个喜欢，也可以按下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，实时追踪我，还有就是加入我的频道，我是白狼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